每年农历新年，我都会跟老豆同妈子去拜年。往事因为有利是斗，我都几开心嘅。但今年唔同啊，我怀住战战兢兢嘅心情去见三叔、四舅母，仲有表妹啊。阿仔啊，埋喂喂喂喂，快啲过嚟，快啲过嚟！今年大个仔咗啦，搵唔少啦，系嘛？喂，快啲过嚟，我哋今年打大啲，嚟，快啲嚟，埋位埋位。试级我胆你考虑啦，我十五分钟今年啊，都冇三个钟台啊，快啲过嚟啦！哎呀，支支坐坐。事完，上年唔记得边 Q 过，漏我打牌，话新年打下发财麻雀，话咩新手落地一定赢噶喎。点知？哇！志波，表哥，你咪当交学费咯。今日我嚟得呢度，就知道呢场战争系无可避免。所以过去嗰一年，我已经打通任督二脉，时时刻刻咁样积极备战。打牌系一场斗智斗力嘅角力赛，讲求速度、策略、体能，仲有应变能力。所以我针对各方面技能加以特训，目的就喺今日一铺过赢翻佢哋。识大四起，大三元，大四起，识请一识大三元。字幕休息啦，真系唔好意思喎。原来打牌只要苦心修炼，真系可以赢到开行噶。点解开初咁惊佢哋？我惊佢哋冇钱俾咋。今次我就赢到开行，睇下佢哋仲够唔够胆同我打牌？打！吓？点解我赢晒你哋啲钱，又咁串嘴？你哋都仲咁好面口同我打牌嘅？麻雀是要打的仔，打麻雀不是赢就输的啦，不是就是最紧要开心嘛，新年流流是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就算学晒所有打牌的技能都好，打牌都是要笑住咁打，无论赢定输都好，打牌最紧要是开心嘛。发财发财！发财！咁就大家都发财啦！咁啊，大家都发财！喺呢度祝大家新嘅一年，一到新年冇得输，赢到开行，恭喜恭喜！